好早，有吗？这个好像有太那个了，往后一点。卡丘早安。先暂时停。什么？这什么、啊、？Hello， 六。大家早安。我好累。谢谢浩一分享直播间。我觉得我不应该播这个时间。对。早安沙鲁，古惑人，冒妙魁 ，Hello。所以你再买豆浆，就煮蛋嘛，Hello， 奥利奥饭碗，早安。美琪琴早安，思源早安，累。钢铁韩风早安，我先发呆一下。阿当早安 ，Hello 思涵。什么？煮你的早餐。这是什么娃娃？它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一只奇怪生物。嗯，早上9:50，红红太冷。对我很累，好累哦，真是。不会，大家昨天看开心吗？我昨天大概跑完，哎，不对，那是什么？大概，丢完躲避球，我就觉得差不多了，超嗨。大满足，真的吗？我都很害怕，就是说你们觉得很无聊。
我们去新竹，我们只录期待明年。什么？愚节回放档。我看到社长他说他要录全程，什么今天下午会放什么？有点期待，想看听。大福哥早安，风格都好听。对啊，这首歌本身就很好听。七二冬早安。早安。冰封幻境。只是中途忘记来票回家的，开场说开场啊，还好了，开场其实就 only today， 那个还好，就是还好。加速早安，偷偷讲早安。这声音可怕耶。新野人早安，他给我声音啊，你看你说那个奇怪声音。我要来煮蛋了。卤蛋软是什么？白煮蛋。那我要温泉蛋。温泉蛋里面软软的。拿起来干嘛啦？中间拿起来放蛋啊，这个、嗯、一个一个，那是一个奇怪的机器，煮蛋机。那煮五颗、哦、三颗两颗、四颗好了，五颗好了没关系。 Hello 夜空 Sky 超哥 Hello 晚早安，下去。这样就好了。开呀、啊。开啦。那是一个神奇的机器。它没有脸啊。它有脸。它没有脸。它真的没有脸。谢谢超哥送可爱小兔子。是安安妈的什么东西有点让人没有啦。他那天看完那个我播给他看之后他就一直在笑。问一下二十三号的原因是就好像是算命什么幸运数字之类的。干嘛啦，就是呗。幸运数字对 ，Michael Jordan， 因为 Michael Jordan 是三号。阿贵仔 ，Hello。我是鲁哥，什么？你早餐要吃四重脆吗？不要，我不要。坤坤早安。嗯，我觉得梦之路感觉，因为他们昨天是讲说那个谁会有引个队伍唱附录曲，我觉得应该是梦之路。可是不对啊，梦之路这么多人，这样很奇怪。对啊，就是赢的队伍会唱什么附录曲吗？什么？对，他说什么唱附录曲，不知道是梦之路。鸭皮神探 ，Hello。
鼠王。总之，我只能说新曲没有收服权，我乱猜，就猜一下，不知道哎，因为这样也太多了吧，不知道，就是等到时候入单才知道。现在直播到12点吗？对啊，小雨早安。我昨天晚上还去看电影哎，小易早安。我昨天晚上还去看《鬼灭之刃》，超累。还有体力没有？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累，好想睡觉。然后我就昨天看，然后就是那个，就演到那个挂掉的时候，然后旁边的女生就一直在哭，然后哭到整个椅子还抖。然后我就椅子在抖耶，我好想笑哦，就没有什么感觉。早安，你居然起床？对，你居然起床了，好奇怪，我以为你不会来。我没电话。太太回家就睡了，我还有精神看电影。早安，希望明年运动会再加入第二届。昨天真的很空哎，你也好想下场跑，你要报名？下场跑，我觉得跑步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应该要全体一起跑，因为这样才有那种比赛的竞争感。结果他分开跑。泡芙大叔早安，耶！其实还好，报了抽不到啊。场地首选，对，场地比较小，会撞到断。会很危险，没那么多。早，对啊，就是可能，我觉得一刀是极限。谢谢思涵送我可爱小兔。运动会辛苦了，不会。哎，真的很累，是真的累耶。我真的昨天，我真的不应该把昨天设定今天很热，那过来的还好哎，我觉得还好。今天很热吗？真的？夏天感。穿短裙。哦。天要坏吗？因为我昨天先换一下好了。等一下。对。Please。明天会变热，啊，差一样赢了对不对啊？不对，什么啦？差一样就赢了？什么叫差一样？我们全输啊！我们只有趣味竞赛是赢的而已。花花的豆角，小面包很快。哎，对啊，我有点讶异，就是我想说怎么办，会不会咬不下？因为我看前面就是好像咬得蛮吃力的，就是。一咬啊，咬不下来，然后就啊下来了。可是碰到，但我
我觉得跑很快、欸，还好吧，好像也没很快。白猿神推 ，Hello， 白猿神推，你脚还好吗？昨天超多人受伤，哎、欸，我还没有发文呢、欸。嗯，摇和力很强，蛮快，切棒很完美的，完美吗？没接到，我忘记那是怎么样了，就好像他跑太快，然后我助跑，然后结果他超过我，是吗？是这样吗？刚你一律都说没事，看起来就不像没事。感谢北门春春，唱的玫瑰，我又记得那个小小哈哈。哦，我今天跟你是吗？我那时候没有注意，我就啊，就这样。DJ， 谢谢送可爱小兔子，这是什么活动啊？可爱小兔子，你是第二十吧？你是二十，那十八是谁啊？怎么跑过去的时候刘海能这样？捡起来呀！古朴美 ，Hello， 戴戴 ，Hello， 来啊，早安！有一种鼻音感，看照片每个表情都很专业。我在看社长拍的照片，超多崩图的，就是集体来说就全部是崩图、崩图、崩图、崩图。Hello， 蓝，运动强强，美玲很强耶。我昨天我那翻了一千张就，嗯，好的。不会啊，哎、欸，社长很厉害，拍一千多张。那什么，优格。只能看到成员最多红利。真的。好啊，好啊，要红的。早安，海军删掉很多，结果还在很多，怎么删都删不完。很认真吗？超过的。嗯。社长已经跳过了。我拍的都在三千张以上，每一张都是美图。哎，我们最后我们有用运动服，我们自己有拍照哦。那个我们用颜色拍下去，超好看耶，真的超疗愈的，超级超级疗愈。真的感谢，对，一点睡也幸福，刚睡醒。你看那个相机里。都是指自己珍藏的呢，不要发了，不要发了，我觉得修图都修不好了。跟安安合到照了，对啊，你的黄鱼超明显的，一来就哎、欸、嗨黄鱼，很好人。那个听说很难吃，这是 scone， 那个昨天大家都说难吃，他们说没有味道。在昨天的。我们的晚餐餐盒，然后里面有三个小面包跟茉莉绿茶，真的是晚餐耶，要加热吧？没有啊，它不用加热，它就是一个面包了。要加热吗？不要，合照会掉了，所以合照会肯定要卸了。
什么？是可以请朋友陪我一起摆臭脸吗？哎，生气脸吗？有点寒酸。就是那个晚餐真的是，就我们在河道会前面拿到，我们就晚餐。好吧，还是加热一下好了。没有加热蛮奇怪的。不要讲出来，你自己也害羞，你不是啊？你自己也放到 DC 上面去了，很运动会的餐盒，所以就没拍什么照。你是那只企鹅吗？别针，对啊，我知道啊，你选 Daisy 不是吗？然后排在好像倒数了，倒数就是剩下没几个。Hello， 塔瓦哥，早安。快去第一次翻照片。对啊，我记得有吧，我有看到啊，我有看到那照片存在啊。我想要上厕所。你说黑眼圈吗？嗨，居然有看到，对啊，嗨 ，Hello 坏了，狂笑 ，Hello， 打入 ZI， 好嘞，你是有在充电吗？我白痴哦，我想说为什么没有在充电。插电能插到这样子，我想说为什么没有在充电，傻眼。哎，有看到有一只很恶作剧的吗？有啊，你说蓝蓝的那只对不对？是天天拍的那只企鹅，就是靠近我们这边最近洗的顶端站着那只吗？融化在下面，那已经变这样了，那不能吃了吧？傻眼欸！
可以吃吗？对啊，我就不想吃，因为看起来不好吃。我还是吃我的火龙果好了。Polutokadu 微波面包要加点热水，加点水哦，加点水，加点水，迟钝点，是吗？加轩小羊 ，Hello。天然纯蜜，真的啊，超漂亮，紫色。哦，直接硬掉哎、欸！放反正我也没早餐。它 cheese 也硬了，它直接粘在底部了。它火腿也硬掉了，我觉得它看起来像是烤焦的。基本上每个家里的妈妈都是处女图。什么？不是，你看，啊、你看，太太你看，啊，失败。不是啊，哪有人微波面包会加热三分钟的？你是啊，完蛋了！我就跟你说，你在下面呢、啊。等一下，谢谢送的可爱小兔子喷水雾，我怕把它加一碗水。你说我妈吗？基本上我们家的大厨是我爸。嗯。对，好多水果。因为我讨厌吃水泥，感觉有点可怕。我觉得还好，水分都蒸发完了。对啊，嗨，耳机响。我昨天真的看鬼面那旁边那女生一直在，她哭到在抖，她光那个，她看到眼珠挂了，然后她就开始一直，然后就开始拿出她的卫生纸，然后就开始，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然后她男朋友就讲，没事没事，然后她抖，她就真的哭到抖到整个，我觉得我一直在抖抖抖抖抖，我没有。抱歉，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说。我推荐晚上那个，没关系，你看看。就像我看过漫画，我还是去看，但是我就是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就默默的看完了。对啊，我昨天晚上跟我妈一起去看，怎么就好了？乔瓦根，是不是要先看完电视剧才看？我觉得要欸，因为如果没有看的话，感觉会剧情会连不上。嗯，你有看吗？有、
你不觉得吗？如果前面没有看，就真的有点上手，也不知道，完全看不懂。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梦境。好，也是剧透嘛，梦境。还好吧。看一下，哎呦，还没有发文，来不及发文。我昨晚上想说要不要发，可是我怕姐姐不会回我，所以我就没有发了。零一早两点都还在。嗯？零一早上两点。嗯。你们睡啊？没有看他的那个早上的发文。然后倒回去时间可以。没有，因为他不用审问的。Local 真的觉得这个只能用来拍照而已。嗯，我觉得他有点。我操！不过是妈妈没关系，妈妈爆雷耶。礼拜二去看谁？要去找啊？找谁呀？什么东西？没在怕爆雷的，我都被新闻爆完雷了。旅馆早安。哦，他好了。熟了，对，有看电影的杜明活动哦。你看你，喂。欸，那烟要等它凉啊，你要给这样子玩个，没有，我就拿起来啊，结果它超烫的。不用拿，那你要冰块吗？我把汤叉子浇去上回来了。小心起水泡。对啊，不会，我没有玩食物。熟的味道，没有，开玩笑。小咪 ，Hello， 哎，这很烫耶。昨天最后努力还安稳，真的吗？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跑接力的时候好像有，好像哎，是主持人吗？不是，然后昨天那奔跑把切尔真是吓死了嘞！我就是直接，我张法宝都还没站好位置，然后就我们就，我就想跟他讲说往后退点，然后就，真的很突然嘞。好，那你们叫别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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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还好我们全体的反应都很。哦，真的是吓死！然后那个场地大到我真的是集体被奔跑，
集体奔跑，集体奔跑，欸，没有集体，只有我在奔跑。我那个，啊，最后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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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到终点，我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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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急速狂奔。哦，那个真的有够远的。我完全没看到，他真的被吓到了，还没准备好。在录影的你没吓到。我又看很多很多的人有分享运动会照片。在看电影，昨天太热了。哦，看影片，昨天太热拍照。但是昨天超多手机的，哦，因为可以开放看一下。最近我就看那个标题 AKB 福建天庭，然后点去。哦，小迪好可爱啊！我真的觉得天空还超好看的。嗯，哦，那个天空真的很好看耶，哦，好好看哦，好好看哦。你要自己看你自己笑，绿色也很好看。对啊，其实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选衣服的过程，那时候是先这次生选完了，再来是一起研究生选完了，最后剩我们的时候，剩下两件黄色，四件绿色，两件水蓝色。然后我就看了版型湖水绿，然后翻一翻本家的影片，不会是这个青青草地草地的大绿色吧？可是我又看像天空蓝，好像这有点绿耶，好像到底是哪一个呢？哪一个呢？哪一个呢？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天使那个蝴蝶袖。它是蝴蝶袖吗？蕾丝的种叫什么袖啊？荷叶边。荷叶边，我觉得很好看，所以呢，我最后就选择了湖水绿。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我想说，会不会大家跟我抢湖水绿啊？因为那时候晚上十一点要抢，就留言第一个先留言就先算了，然后我就先复制好，然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出来了点，然后湖水绿。我第一个留言欸，然后那时候某人还传到我们的 Bellflower 群说，周亮快点去留言，我就说我留啦，我第一个，然后就说哦，我以为我第一个，对，然后那时候黄色两个被抢完，就一个卢卡斯，一个是某人，反正就是啊，那也像胡水绿，没有，然后你知道选完的瞬间，后悔了，我后悔，我超级超级后悔，超级后悔。然后我想说，我第一个我干嘛留湖水绿啊？因为根本没有人要抢湖水绿。然后我就看到实体，嗯，超好看的，真的超好看的，欸，我觉得那个绿色超好看，很亮，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很多很多。因为我原本以为是那种，我真的那时候还截图欸，真的是青青大草地的绿色，我还储存一堆影片。嗯，忘记了，反正就是你知道那个绿色吧，就是真的是有够绿。忘了我的咖啡杯。你那时候他没有，他睡过头。荧幕色灿烂，我就觉得很好看，因为我们的拍起来也很好看，就是整个就是看起来很亮。现在说，嗯，好像站在我最远的地方。离你最哪一首？梦之都吗？我都站在后面。我跟你们分享，我昨天邀请了十个人来看我们。真的，我昨天邀请了十个人来看。嗯。看一下这个。
再开始惊悚画面。分享有纪念票券，哦，真的吗？纪念票券，哦，这个 pose 的的，哦，原来是这样哦。下次你可以帮我，抹茶粉最深绿色那种，本家吗？还是我们的？你那时候绿色的时候，他就烦哦，绿色。然后我就说不会啦，我就那时候在祈求，应该很好看，绝对很好看，一定很好看，绝对很好看的。票长不一样啊，真的。主持人，阿爸 ，hello。我在看什么？我有看到 DJ 发的影片，我觉得很棒，拍的超好的，就让我完完全全清楚的看到我在场地上。急速狂奔，每一首歌都在奔。我梦之路也在奔跑，哎，真是超级远的急速奔跑。你看亮子，看绿色超亮的，对。超亮。就这样，嘘，在。BCMV 已经是一小段路了。真的吗？哦，你知道梦之路的 MV。他们跳舞才不是真的。真的真的超累，我真的跳舞，好累。三角形，最后排，对啊，那是狂奔欸，一群亲友圈，亲友团跟着粉丝乖乖排队有点，其实有看到一群亲友团跟着粉丝乖乖排队也是有点有趣，你说排午饭的你吗？进场在排，他们问我说为什么票不一样，粉丝哦，然后呢？特工。嗯，然后你就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到底？对啊，然后还有我邀请的人像什么？我大姑姑、小姑姑，然后表哥、表姐、表姐的老公，表姐夫，然后幼时的双胞胎玩伴。他们的两个人的各自的同学，大概十个人，还有我妈十个人，对。那特工有问安吗？嗯，你懂了不知道？真的，这你看，你看，噔噔，法法跳左边了，你看，我要狂奔哦，急速狂奔哎，哦，真的是有够远。官方有发文的吗？你打进去，难怪没看到。嗯，什么东西？怕不怕呀？
还好，这才真的是运动会，超远的。我前面有二群，好像五六个是亲友团，所以你们票长什么样子？啊，那特工是谁的特工？想不起来。跳舞剧集的时候，粉红色其实很难被注意到。粉红色吗？你说浅粉色吗？香槟粉。什么东西？塔瓦格说粉红色其实很难被注意到。这样。所以其他人长什么样子？就是宽红的。哦。真的好看。像那件金色就超级鲜艳，对啊，因为很亮。我觉得那件衣服超适合跳 Flying Gate。是命问的样子，问一下妈是不是黑色？黑色的，什么意思？黑色？什么叫黑色？哦，黑色特工。黑色特工，不是，是白色，是白色，白色问你，只有点不是李尚廷，但是是浅粉色的，浅就是有点紫紫的，男生，比较全比较比尚廷矮一点，陈呢？哦，陈。林杰的哦，他有来跟我们，好像是，怎么突然清醒？好像是，我是天秤座的。你们都可以记住，哎，厉害！他到底要干嘛？哎，我们的后面是那个雨苗的妈妈，爸爸，嗯。我看到那集的妈妈，我一直在想说你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我觉得他旁边的人很像你，然后在前面有个穿白衣服的又很像你，在那边拍照拿白色相机。拿白色相机是我？哦，那是你，那你是最左拍照。啊？你一直最左拍照。嗯。然后我一直看你。有啊。哦，那就是你，对，没看错。没有发文，还没发文。做的只有呢，还没有东西。我对你拍照也不怎么看你、啊，哈哈。又说妈妈的，对啊，因为太远了，我真的看不到。这什么认亲过程？因为真的看不出来是哪一个。我昨天有看手套拍的，哎，不是手套，讲错，DJ 拍的。Thank you.
其实声音很明显。对啊。你看，你看我急速狂奔。真的跑很远。超长的八拍，台北跑到桃园，相机只安安只有光头只能发呆，不要。哎，有一句你知道吗？只有瑞婷的声音。这个你听。妮妮的声音也超明显，真的很吵哎、欸！真的要接接接打打打打打接接打接唱。哦，我的天，你们好吵的！那音响是对着你的吗？一定会遇上。那种温柔点。刚看我离他们超远的，我这样子，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可是如果从上面看的话，我的位置就刚刚好。自由也没好到哪去。你都找不到我在哪里，他一直在楼上是吗？哦，对，你有拍照片在楼上。你说你找不到我在哪里？可以请建议其他成员帮忙一下，以后被群主拿到麦。这就要问他们组了的。有压力奔跑，有压力奔，有压力奔跑，仿佛漫无萤火树的结果了，热烈欢呼。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一个爱心吗？应该是。就是这种爱心歪掉的感觉。漂亮，没有啊，就一组一支麦嘛，就是看他们组就想要给谁就给谁。对，你知道我妈还去拍声线，然后她就拿到杰星的硬笔跟谁的？易云的硬。好的，打个地。
你有硬币啊？是哦，我记得淘宝跟哪用？是谁？谁问说谁啊？那支币，然后我妈目睹了一切，还说拍，他拍你给我，他就说他有个收到就直接立刻收起来了，收到袋子里面，不是他就是别人吧？对，啊，收捷星硬币。我觉得硬币好像很好中，感觉这一次。我要来晒了。我妈买了四包，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她说我买了两条毛巾跟水壶，我说你不要买毛巾。我真的觉得毛巾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然后那个水壶，因为我那时候看照片，我以为是钢瓶，嗯，好啊，水壶还可以来拿出来，塑胶瓶。真的很烫。第一张不了。嗯，这个还不错。然后面面，捷星的硬币，然后憨憨，憨憨可爱。对，我知道，小慧。晨晨，纸笔哦，厉害耶！易云，然后 Mina 就很可爱，然后再来是小迪，可爱，然后某某。然后妮妮，什么都跟我说。阿潘，死灵，啊！嗯，雨喵，然后一雨的纸笔，啊，讲错，硬笔。然后阿丽，你觉得阿丽这样被拍走？然后小琴，然后我妈就打开的时候，她就弄胶带粘到，然后她就回来，她就把它接起来。然后果果，对呀、啊，然后因为我妈就买了两次嘛，就是买了超过1400，然后就她说，我就想要抽那个啊，我想要抽纸笔啊，然后在手上说她剩5张，纸笔没被抽到，然后她就是运气就是这么背，她就抽到了，没有抽到，所以呢是抽什么？抽什么？不是啊，就是要怎么知道有没有抽中？就是当场啊，他会开啊。嗯。开了以后，他就是。是纸条吗？对，纸条写说、嗯、小礼物一份。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件Femi Ting 的橘橘衣。然后呢，再来，这个我有了。他抽到这个，我真的是我都有，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都没在用的东西。对，橘色那件，这个 ，and 这个我也有啦。哎，我妈就说好完美，说你就会浪费钱而已。我妈昨天真的是，才花一点钱呢，才花我带的钱一点点的，才一点点的，滞销商品。你们有在用印钱2张啊，还在粉丝里面蛮好玩的。你不是说你要去填那个圣诞小卡？哦，有啊，三对啊，填圣诞小卡，然后他就写说安安吗？到底是怎样啊？体验粉是什么？现在有甜零一的 ，yes， 嗯，然后品糖跟法法是吗？
全场完整版出来了，好辛苦哦，谢谢社长。我是不是我应该是去留言一下，再大家会发现我是谁。嗯，公车出来了，真好看，好好看哦，妈妈，你看，公车，很酷哎，对啊，就两个大头这样上去，没错，已经有人去搭了吗？有吧，所以才会拍照啊，不是，还有的车是专门去拍，不是搭，哦，对，不知道。所以有平衡的，没人找你写，没人找你写，哇哇，怎么会这样？我好像有看到一群贵妇团，看来都是家属，应该是吧？怎么可能粉丝穿那样子来？有把庶民旁边的数字君弄掉？没有啊，怎么可能？右侧大部分前排，对啊，最，右侧，对右侧。有加，花枝。没心的、啊，没什么，干嘛？啊？啊？我在发呆，没干嘛。蓝色的企鹅，你有看到羊熊吗？蓝色的企鹅。挂在这里吗？不是，它整只人就是一个蓝色的企鹅。没有呗。从有机会学到，哦，我以为今天会发表什么下一次活动什么之类的，那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放假。放假。真棒！四配完整版，谢谢社长，按个赞。没有啊，谢谢。我有看社长镜头诶，我刚刚就。为什么在这里？结果等等，关上十二点发文。关上十二点发文，真的吗？哦，你就等一下吗？快！我觉得运动员圈真的超尴尬的。我想直接跳比赛。没有，这整场都是社长拍的。你看画质只有360。全放枪。
哦，四小时长的新闻转播，我也觉得。哦，要晚点才会。我们来洗洗将就。好笑，就看他们走路嘛，两人三脚，超好笑，走超慢的，那默契真的很，默契吗？是在练口才吗？但我是第二轮的。好笑哎、欸！超准，躲起来不行、啊。嗯，嗨，保护队。对啊，就是第二场。他们走路是不是很好笑？别在那捂耳朵，他超好笑哎、只相信麦克风是不是？先不要紧，他自己拿的，他自己拿的。你还这，我知道面对你们这边。小弟昨天躲避球都没开火，嗨村长，没开火吗？就，其实我也有，可是我没打到人。他骂人的声音都听不到，超吵的耶。对啊，他自己拿的。奶奶 ，Hello， 你坐来找我们拍照哎。
因为印度会派主将去跳球，对，就他都没有下，为什么还会去？可能因为阿里是篮球很强哦。好吵，跳高，我直接看跑步，要直播吗？啊？你要直播吗？好。你看这机器很厉害，不要太熟了啦，不喜欢这么熟。放这里面吗？拿来给我先。还好没被抽到，为什么？不想上来跑。欸、我们其实一直掉棒，我觉得我们可能大队接原本会是第一，因为如果没有掉棒的话，我们可能就第一。因为真的，我们其实蛮跑的人都蛮快的。超想上场。那我们觉得我们这组就是唯一，就是因为人太少，所以我们每一场全部的人都要上去。七八七九八十，哦，音主，场地真的很滑，可是我发现我鞋子好像蛮稳的，我鞋子对那个场地还行。都紫色的，那紫色蛋。火龙果。我想要看我自己跑得怎样，距离太短，就是跑太快，然后没接到，因为像我也是，就是速度，好可爱啊！会的，好好笑。小心！必失
这谁？一家。副委，现在送完天大了。场面太小了。场太会没穿到放小姐。嗯。对我们，哎，我有助跑哎，只是速度想象中太快了。有吗？我觉得很慢，看起来很慢，是我错觉吗？看起来超慢的。要加油，直线冲刺！腿长的小猫，小心小心，我小心。我觉得我只是脚飞跑的比较动比较快而已。我刘海直接掀起来 ，Oh my god！距离他的水很早就要跑了，没有，因为他有一个距离，我因为如果假如说跑的话会超过去，不太敢跑，真的很快吗？我看起来很慢呢，这种错觉。新演员送新秀选票，谢谢。哇，昨天那个鞋子真的是，这个人拍的，什么鬼？那鬼广告！1080。哦，真的好好看，那天空蓝。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想说，我们要不要自己买彩球？那时候觉得没有彩球很奇怪。篮球鞋，嗯。对啊，我们想说没有篮球，然后我们因为很多成员就说，哦，我很擅长打羽毛球，没有羽毛球。嗯，就怎么这样？他们就没打，我想说啊，不玩就自己买，因为也没到很贵啊，就是一颗20-30块这样。我因为在运动。绿色很亮，黄色也是。
你都用白金，白金是什么？之后就会有彩球啦，天使尾巴一打开，一开始也没回来，真的假的？你一个风群。我觉得颜色看很亮的是绿色，然后黄色跟天空蓝，就对衣服。棕熊的王那是什么？品牌吗？一开始被吐槽天的不知道是拿气球出来，因为是没钱，是真的。什么？对啦，我们就告诉你是能红多久。嗨，你好。过了两个月才尾巴，那尾巴就刚刚跟日本的一样，动漫迷失格。哎，那个很久以前了哎。那个好像是我小学的动画，我记得太久了。你初三前的，我初三前的，可是我看过哎。昨天最喜欢哪个游戏啊？嗯嗯，躲避球，可是很可怕。那个美玲的球速真的很可怕，太可怕了。黑子篮球，哎，我这反倒没看过哎。我知道我看过一点点，但是我不知道剧情在讲什么，就是偶尔在什么以前在华视什么可能翻到这样。但大家都很不讲，不是因为。今天有听我昨天就腿就很酸了，我昨天看电影一整个就腿好酸哦，看不下去，腿太酸了，一直就那种一直要抽筋又不抽筋的那种酸痛感。昨天一开始没有，不是就是那个球它是本来就软。对，我出生前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呢？我们可以 TP 这张比较好看。体操用的软球吧。我想说，我以为我们要用那种什么，那种那什么排球之类那种的，是场地没有啦。那球真的太软，使不出力道，真的。可是美玲真的是丢的很可怕，用真的躲避球一定会出事。会吗？真的？真球的话应该直接弃赛了吧？球比较软，是丢球。哦对，我昨天那双鞋子真的很痛，那个梦之路那双鞋型。有家有，有丢，真的冲吧。带旋转，旋转球吗 ？B 组缺在没有攻击手吧？多久？对啊，我们有吧？哎、欸，肉肉，哎、欸，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肉肉跟法法吧？有法法，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上次没有赢吗？因为我没有来，我们就一定会赢，输了。我们真的太弱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说，嗯，我们要拼第三名哦，这样。因为至少我们觉得第三名至少比第二名还要好。可是我们以为会有那个惩罚，就没有惩罚。可恶，想要惩罚。
想要惩罚，因为跑很快，真的吗？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跑很快，意外跑很快，你们这样对吗？哎、欸，像妮妮就说，哎、欸，我以为你的，他说你的字意外的好看呢、欸，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没有啊，我以为你的字乱撇，我就什么屁股写字吗？不知道，因为上次我们就是闭蒙眼跳的那次呗，就想说，嗯，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在开场前我们就说，嗯，如果等一下第一轮没有赢的话，那我们就当趣味竞赛。然后就我们，嗯，好，我们可以开始，就是，可是后来我们说要当趣味竞赛，我们也都是很认真比赛。从这次比赛去印度才是体育组的，不是啊，因为就是也印证一件事，就是跳舞跟。运动没有关系，对，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棒，完全没有关系。哎、欸，我在嚼起水泡哎、欸，啥耶？我嚼起水泡哎、欸，因为昨天那双鞋，一个泡泡在这里，拉掉。啥耶呢？我的小拇指的边缘刚起一颗水泡，好的人他没事，舞蹈不要比韩流，比日流吗？比 freestyle 有汤吗？没有，那叫水泡吗？比韩流会输，那一集韩流蛮厉害，才会被逆转。四八系，我觉得可以耶，四八系舞蹈。那这样，佳丽会赢耶，佳丽很厉害。我不要吃这个。篮球赛十分钟。我也觉得，就是感觉篮球赛比较有一种运动的 feel。歌唱大会，那这样子的话，第一名就会是有，我觉得会是我们 Bellflower 的他，很明显呢、啊。第一场第二场主攻是 Bella， 炮头比较多 ，Bella 很强，他就是呜躲躲躲。还有球技大赛可以玩，球技对啊，我觉得球类大赛感觉很棒。我很想要比电竞哎、欸，电竞游戏，唱歌听不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很有集中人吗？没有，零，没有。歌差第一把不是吧？那不是第二名吗？没有啦，因为我自己认定我第一名就是我心中第一名就是他。偷懒嘞，偷懒嘞，他在台中啊，他一个人在家里，没有，还有我爸爸，然后就两个就面互相干瞪眼，可怜。今天也是早起的一天，心足够够。我同学都跟我说，哎、欸，你们是团体要去那个啊，要去新竹。开那个去请什么千家草地音乐会嘛，然后我说对啊，可是没有我。他说为什么没有你？我就说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没有我。他说哦我会去，我就哦。电竞比赛对啊，电竞感觉只能借电脑，就是然后再让直播。没有，我觉得可以手机游戏，然后跟电脑，我们就自己带笔电上这样，简易版的。这位公司舞蹈赞助，我觉得跟公司的姐姐接电脑算了。十二月公演都还没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下面的活动是什么，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下面就是，我知道有，啊，
什么、啊？合照卷，合啊合照会，后面都不知道了。就会出现全套高阶，对，哦，甚至会对，我没有爆雷，我只是讲说我知道的活动而已。然后还有明年三月的握手会，其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我是认真跟你说，我不知道嘞。哎呦，我肚肚，哎呦，认真不知道，没有动可以谅解。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们也觉得，也不觉得你会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公司为了运动会花很多钱，对啊。发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话说，昨天有粉丝重拍，有啊，最后啊，那个谁啊，林果，应该是林果吧。他们拿了一个单眼相机，然后两个人就，然后就哎，帮我看一下都可以吗？然后呢，就拍一照，哎，一眼照片就走了。哎，我们 Bellflower 的姐姐看了很久，哎，应该也会担心异性受不了，对。不会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敲，一，敲什么？你们在敲什么？敲他的头。昨天赶着跟人拿我的特别神写先走，没有带合照到。他合照到什么意思？看你的头贴。这是什么啊？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但真的都会起来举，你被击中几次？我两次啊。我喜欢这个动作。都敲的，现场敲的，有合照到，对啊，欸，你很好笑，欸，本人真的很好笑，击中一次。对啦，就不太会打人啊，应该说不太会打人，应该是讲说球太软，所以还是要举你的扇子。我有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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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感谢，是称赞啊，是称赞，真的称赞，我觉得很棒。被谁打到？卢卡吗？卢卡跟。是阿力吗？不是，我真被谁打到啊？跟我也忘了，不知道。成员说球太软不好丢，因为隔壁拍隔壁拍。这样，什么他的球吗？他打到你以后。哦，对。就跟我猜球完，排隔壁，你说那个吗？萨库拉组的北极星 ，Hello， 优雅的 purple， 我排 Daisy， 我们的超少人排的。玄阳他的洛里分享直播间，谢谢你。你在英组新式草组的，我懂，我知道，谢谢你。
让我彻底了解大家都是这样。挺英主，可是英主排队真的很冗长，真的很长很长。谁叫你们去？不是啊，前哨站长我们就是肢体前弯，然后我们又只有12个人，12个人就不能四舍五入，后面两个去掉，然后我们就这样肢体前弯，熊妹就18，就整就平均会被拉低啊。对啊，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强，所以我们就是用成员成绩压的成办。那什么啦，积压吧，什么哦，我想哦哦，我想到什么东西，我看不懂成积压的，你被这么喜欢被积压，很好笑耶。你想吃那个吗？吃什么？这个。哦，可以啊，等一下，可是要排很久哎。哎呦。我也想说跟合照先放进去，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子萱在那边吗？还有卢卡，妮妮也在那边，妮妮也在那边。可是礼拜天的中午去真是不聪明。为什么？不自知，因为那个人太多，可能要3个小时。真的？要半夜，昨天应该。晚上看完有那个时候刚好，可是那个礼拜周六也是下没有，主力用外场的人。对啊，我也想说我们应该全部被打出去，然后再打里面。可是应该正常来讲说外面外场就要有一些人，只是我们人真的很少。对啊，子萱你在那边呢，超明显的。你们事前没有抽空一起去？没有啊，要怎么练？我们超忙的，全部都被打出去，第一轮只剩了一个。但是你们好笑哎，那是第二轮的，第二轮。居然还可以选一个城镇跑，真的，因为我们人真的太少了。一路就把游戏都练过一轮呢，厉害！山东啊，罗瑞婷，昨天他声音还觉得真的很好笑。因为还有一些小一个，其实他们会不会这次的高级烧肉就是肉泥好，同一家，是啊，是，会觉得是。叫他技巧还不给我练，不给你，应该换点赞助换。是，我觉得如果同时也每次都吃同一家也蛮。做你好不是赞助吗？对啊。嗯。高山富，我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那个有压力奔跑，真的很难耶。我那时候唱的真的是怎么唱，有压力奔跑。有压力奔跑，仿佛漫无萤火树洞江火的热烈花火，不停的闪烁，照亮出幸福，一夜就被你给迷住。
真的很长，我那时唱到快断气，因为很高。谢谢星空 sky 夜空 sky 送了可爱小兔子，我怎么会把看心？真的是很没话吗？梦之怒，超整齐，真的吗？很整齐吗？我看起来还好，嗯。最后你有看到皮卡丘吗？他有啊，他的四单制服真的很可爱。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因为那个球真的我们没有想象中这么难丢，然后球一直滚出去就也很尴尬，然后就感觉一直打不到人。可是第二轮之后就好像有点抓到诀窍，就还行。小弟没有往攻击手的方反方向移动，然后就组内团没再看小弟，现在就乱丢，放弃。他们那组有点沮丧，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拿第二名，所以就一直想要赢，可是萨库拉太强。这些男子 ，Hello。对啊，就去微竞赛啊。那首新歌练很久吗？练好像还好耶，好像两三次吗？看看我，看一下。什么音要嘟？啊，没事。练四次，音组比你们多，但我们就拿一百分。动格真五十加一百，他们好像两百多分。美玲那伤好多，他昨天这里都包起来。去玩弥撒，弥撒是什么？哦，我好像听过，就是听说聪明人去的是吗？我要吐槽你，对他送太快，然后最后还啊宗教活动，因为我觉得以前认识有一个人甄选生，他也好像也是里面的成员。谢谢浩一送可爱小兔子，谢谢傅维。
辛苦，但他昨天大家各种摔、欸，就是。青椒草地，青椒。反正摔比较惨。对啊，那个场地感觉滑倒会伤很重，因为那个那个地很，那种摩擦到已经超痛，那种灼烧般的。盆地青椒，那个地板跟皮肤摩擦很可怕哎、欸，会直接卡。因为学校大学差点劈腿，然后我觉得乌梅地板更滑，乌梅地板是真的很滑，穿那个无厚鞋子。还没，我还没发、欸，我还没发文。我有怕转到，我觉得很厉害的，啾，然后转过去，那个 Daisy 组的很厉害。自己就很，我也保护自己。对啊，因为要假如说是我，我也会怕撞到你。对啊，玉米浓汤，真好喝耶。舅舅说可以带你们去。真的？所以我们还要再回来一次。这样比较好，他开车送我们去，停在那个。我知道我贵妇百货，差两公斤呢。哎，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他就说，其实就说，他说还是我背安安，我说好呀。他说那你这礼拜你这几天先吃少点，我就传一个 ，OK， 这样传给他。然后在我想到，我就继续吃我的，然后我就想说，嗯，我要开始吃少一点，然后我就一吃，我这样不是吃跟平常一样吗？嗯。然后我就在运动会前一天，我是要量一下体重啊，有点害怕，然后我就量，嗯，这体重好像不曾看过呢。但那时候量是还没吃晚餐的时候，哎，很好吃哎，还敢吃麦当劳，超好吃的。我说我都喜欢吃双层牛肉吉士堡，然后不加姜，不加酸黄瓜，什么都不加，只要牛肉跟吉士。我就是吃来是双层牛肉吉士堡，我里面有那个我们血胶，没有四十五，谁跟你四十五？四十一，年轻人太冲动，连酱都不加哦。对啊，但是麦克鸡块一定要配糖醋酱。一加一，麦大麦克，我没有吃过大麦克哎、欸。什么四十六？没有，四十一。哎，电子测你，我吃双层牛肉鸡翅，超好吃。而且我其实我觉得那个什么安格斯牛肉堡的牛肉根本吃起来跟双层牛肉鸡翅堡的牛肉吃起来一模一样。
是我其实麦当劳最喜欢吃的是那个虾堡，千岛黄金虾。可是它没有了，不难过。限量。是吗？对啊，他那时候有讲说那个季节限定。就是它好吃哎、欸，真的超好吃，小孩好喜欢。吃就会毁了，啊？真的、哦。松板轻松点。哎，我那天我跟我妈点了两个汉堡，然后炸鸡块、薯条、饮料，才200多哎。不觉得很划算吗？就是200多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晚餐。不是啊，你要用一篮去比喻，一篮一碗面加288，然后你看麦当劳，这样子两个人份才207，是不是超便宜？一餐只有三片吐司，吃一次就毁了。但我觉得那时候吃了就，有点后悔买，吃一次就够了。什么事？我就没有吃十五妹。拜拜。这边很湿。EX 版是什么？看你就很瘦啊！哎，是我问题吗？我一直在跟一组打的时候，我一直听他们就是啊，好像一直在打我的感觉。想说别人胖吗？真配料哦，蛮配。对啊，依然可是依然的经典就是好吃，好吃。而且一加九，一加卡哇，看起来很好看。一直听到原始组的声音，还有谁？接接接，打球，真的很吵。你在找那个声音，就祖祖啊。一家卡哇这次没什么人跟，对啊，可能过时嘛，不会啊，我觉得不要卡哇，有点青铜了。对啊，过期了。每次我可以开始想新的梗了。你穿音响旁边，啊，我的衣服，很多人都做分散吧，场地太大吗？很大吗？哦，是很大啦，坐不满，这很夸张哎。祖祖100分，音响那边看不到，好美吵。音响右边，你是坐哪一区？喊call都没什么声音，对啊，感觉蛮小声的，很难就是一起。不会啊，不然都会租这个笔，这个小就能看到女朋友，仰卧起坐跟伏地挺身。
天猫昨天只有主日剩五十分，太吵。我在头后面默默就是，然后你就一直在换你的应援牌，一下玲玲，一下安安，一下玲玲，小慧，顾客，子萱，在旁边偷看录音，不太敢喊。你手坐哪里呀、啊？很高都很。大滴滴，真的大滴滴，带39.83，随时没有换呢，也都是在摄影的人。我压力很大，你坐 Daisy 前面 ，Daisy， 这还是什么奇怪的用语？其实还有七七跟雨林，有够低的，太低了。还好你都不拿扇子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雨林。小易，小博换扇子变川剧变，哎，他换很快、欸，就是突然间换了。所以很忙，至少拿单眼要换手机摄影，那就骑着还很抠。你们都用什么手机录吗？现在好像手机录也蛮正常的。我表哥超高了，我表哥昨天在一楼的最后一排，他站起来头已经好像超过那个二楼的那道墙的那个制高点。单眼拍到手机录影哦，太远。我怎么好像一害怕，真的假的？我都没有听到。我觉得每次回到台下的时候，我就一点好累，可以回家了吗？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结束活动了。专心换扇子，手机拍不太理想，断因为会变糊嘛。嗯，焦虑是这场最大遗憾，可恶！问题这么大，场地有点意外耶，大。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看网络上照片，其实看就哦蛮大的耶，可是到现场就哦真的蛮大的，油亮亮。怀念吧，第十名是晴湖，第九名是夜空 sky， 第八名是浩逸，第七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六名是新野人，第五名是 miso，第四名是 DJ， 第三名是谢谢耳机奖，第二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一名是诺瑞一笑，谢谢诺瑞一笑，快到交大了，真的、哦。新竹青椒，青椒，拜拜。哎，你们希望你们看得开心，虽然我没办法去。青椒草地，就爱吃就举扇子。哎呀，拜拜。拜拜，谢谢，下午很开心。你们不会觉得无聊就好了。你也快到了，拜拜。快乐，我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出现在校园。拜拜，请叫帮我拍。拜拜，好啊，合照会见，拜拜。